今天呢，我们打算让 Daniel 和 Leo 自己决定今天这一天都要干什么。我们今天从早到晚呢，有10个决定让他们来做。Leo 准备好了吗？Daniel 准备好了吗？Daniel 也准备好了。好，那今天第一个决定呢，是由 Leo 同学来做的。他要决定今天早上他要吃鸡肉还是狗粮。Leo， 左边是鸡肉，右边是狗粮，请做出选择。不是吧，他选择了鸡肉。南舅，你弟帮你选的这个鸡胸肉来了，请慢用。Leo 好吃吗？好，下面一个选择由 Daniel 小朋友做出，他要选择呢，今天他们是要穿项圈还是穿背带。 Daniel 来做出选择吧。好， Daniel 选择了背带。也选择了项圈。好了，李佑，帮我来挑挑今天穿哪个衣服吧，来吧，看挑哪个。他挑了右边这件。他挑了海贼王。好，我们现在到了宠物商店的门口，现在呢需要 Daniel 小朋友做出选择，我们进去是要买玩具还是要买零食。我的左手呢是代表玩具，右手代表零食，上面呢也抹了花生酱。左右手挑一个。哎，他挑了左手。哎，不，他又转到了右手。哎，他把右手的吃掉了。好，刚才 Daniel 小朋友呢选择我们进去要买零食，那现在 Leo 小朋友呢就来选择我们是买一个还是买三个。左手跟右手，等会儿啊，一二三，他买一个。又省钱了，是不是 Leo？ 还是后悔了，要把三个也吃掉。我们买完零食回到车这里，发现 Leo 在开车，然后 Daniel 在坐副驾驶。好，那现在呢，我们准备让 Daniel 小朋友来选择下午是去狗狗公园还是狗狗海滩。那我手里呢是刚才我们买的零食，那我左手呢代表海滩，右手代表公园。Daniel 准备开始啦，选哪个？他选了左边。Leo， 你同意去海滩吗？好嘞，走吧。小朋友呢，现在要来选择，我们一会儿呢是去喝星巴克还是吃冰淇淋。Leo 过来。Leo 来做选择了。好， Leo 选择了冰淇淋。OK。好，我们现在到了 Shake Shack 门口，准备进去买他俩的冰淇淋。现在呢 ，Daniel 小朋友呢要帮我们选一下晚上吃什么，我们是吃汉堡还是吃炸鸡 ？Daniel 来选择。那你要选择哪一个？他选择了汉堡。A few moments later， 好，冰淇淋和汉堡都买到了。来，开吃了，开吃了。
噔噔噔噔噔。好、哦，全部吃完。好，那这个呢，就是 Daniel 同学帮我们选的汉堡。那现在呢 ，Leo 同学呢要来选择他们今天晚上吃什么，是吃牛肉还是吃狗粮 ？Leo， 请做出选择 ，Go。好，那他选了狗粮。Leo 全部吃完了。Leo， 好不好吃？好，现在来试一下 Daniel 要不要吃。好，那现在 Daniel 同学呢要做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选择，是要洗澡还是不洗澡？ Daniel 选吧。他选了不洗澡。天哪 Daniel。那又把洗澡选。好，那既然 Daniel 选择了不洗澡，那我们今天就不洗澡了。好，那我们明天早上再洗吧。行不行 Daniel？ 可以可以可以。Deal。